吓死我了！你干嘛？我今天拿到驾照了，哈哈哈哈哈！行了，有别睡了，快快醒醒！好不容易放假，咱们一起出去兜一圈。想想，刚拿到驾照就敢上路啊？你敢去，我就敢开；我不敢去，哎呀，那可就太可惜了。那只能我自己一个人去冒险了。 我记得某个人的梦想可是旅行家呀！哎，我记得他还卖惨说过，他连北京都没出过呢。哎，哎。 你认识道吗？ 你不是知道吗？我连北京都没出过，哪认识路啊？快点做个决定啊！咱第一站去哪儿？一时半会儿想不出来。这样吧，我给你支一招。 上路就这么稳，也不看看我是谁。如果我们一直往西开，是不是就看不到海了？也不一定，如果一直开，最后开到西欧，也能看见海。那如果我说我想去一个有海的城市呢？你上午怎么不说？那时候没想到啊。 咱都开了300里地了，你才吱声儿。你知道这些油咱给我吃多少油吗？你知道这些油咱给我吃多少顿早点了吗？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。谁跟你嘻嘻哈哈了？你给我认真点啊！哎。 瞧你懒劲儿的，喝奶还得我给你插管儿。喝这个，刚给你捂的奶，你这几天胃不好，别喝凉的。你什么时候给我捂的？ 就你刚才上厕所的时候，很热乎吗？不热乎。啊？挺热乎的。是温暖。
你快去看看，外面真的是大海。废话，昨天晚上我们在沙滩上露营呢，外面不是大海是什么呀？昨晚天太黑了，看不清。走走走，快去看日出。天还没亮呢。哎呀，谁天亮看日出啊？快！快看！来，我们照张相吧。感觉跟超人变身似的，谁变身能有这么帅啊？以后我要把这张照片做我的电脑桌面。怎么了？我想大喊一声。喊啊，来海边不喊多没意思啊。说实话，第一次见你笑得这么开心。我儿子苏玉，全国生物奥林匹克竞赛第一名。我儿子苏玉，全国生物奥林匹克竞赛第一名。我儿子苏玉，全国生物奥林匹克竞赛第一名。我儿子苏玉。得了，都放两遍，你看看。啊，今天凡是到店的，啊，每人送一颗狮子头。谢谢谢谢。